引先呢、這個呢一種去揀個祖子神將你響呢個抱響個懷抱當中飄啊飄飄啊飄，好似行緊個天梯，女啊你行嚟啦，走啦，上去啦，好感謝主，好感受。有一種火熱咁嘅響當中，但係咧你嗰成個身咧係成個輕鬆嘅，即係好似啲鵝毛一樣，好似好輕好輕響度飄。嗰雙腳咧係軟到冇曬力嘅，我隨時可以跌低嗰只，因為我嘅月經已經三年幾冇嚟㗎啦。但是主真的用祂的医治祂的释放臨到我的身上，所以呢我很感謝主今天有你的。在那個月經的周期的時候呢，主要一樣原因呢就是子宮內膜移位症，每一次你月經的時候呢都會很痛，就痛到呢你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睡也不是，所以每一次的時候呢都會痛得很辛苦，真的有種這種感覺，就是說生不如死這種感覺。在那裡是在祈禱的過程當中，我是感覺這個肚腹是特別痛的，是拿得很緊要。到後期我 用手你去按摩這個位置，按手你去祈禱求神的醫治和釋放。咁神聽咗祈禱之後咧，咁到後嚟差唔多結束嘅時候，咁我就去咗洗手間，咁後嚟就已經就出現咗啦。